我们真的只能负担4500块。我知道。还要兼顾一些清洁啊，还有一般的维修。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，同时还要教3个班的学生。元朗这间幼儿园就剩下5个贫困学生了，我们应该帮帮他们。你支不支持我啊？我最开心是坐保姆车，昨天爸爸卖了好多废铁，咸鱼经常给我买马拉糕吃。校长，我没有话说。500人的幼儿园，你拼了命去做；5个人的幼儿园，你更拼命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的身体？我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帮这几个孩子转去更好的学校。爸爸，你有什么梦想啊？有什么梦想啊？梦想。校长的梦想呢，就是做一个好老师，每一天都可以站在学校门口那里等你们上课。校长，我很想念你。